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假设呢日哈是这个户数了，那么他要你呢将这些户数哈表成级式，那日霸的话呢就什么呢？就是户叙述部分就变号嘛，啊变号的话哈，这户号拿进去就变成呢户型档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是等于两倍的 cosine 呢负40度了。啊、再加 I sin 哦，这个负40度。不过的话哈、哦，我们希望呢这个角度哈、哦、是介于什么呢？零到360之间嘛。哇、啊，这负40度的话，事实上在这里啊，我、哦、这个是40度嘛，是负40度。所以这角度哈、哦，把它改成多少？360。哇、哦，这个角度要360减40啊，减掉40，所以等于320度了。所以这个是等于两倍的哈，cosine 320度加上 I sin 哈，320度了。好，那负极的话哈，负极的话呢，这个等于是赚180了，就是说，你如果在这里嘛，那负极在这里嘛，等于是那个角度哈加180，就把这个角度加180了。就两倍的哈、哦、，cosine 多少呢？再加180加上40嘛，所以是220的，220度加上 I sin 哈、哦，220度了。啊，这个呢，这个是转90度了哦。就在这里的话，你就给它转90度嘛，我转到这里来。哦，如果是西塔的话，那这角度就是。90度加西塔，所以是两倍多少呢？是西塔嘛，加90度，就是等于90度加上40度嘛，就130了、啊，哦，130度，所以是等于 cosine 哦，130度加上 I sin 130度。